大家好，我是 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Warlock 系列基础教程。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重点是 truncate 语句和 drop 语句。在上次课中呢，我们是学习了 delete 语句， delete 语句呢是删除表中的记录。今天呢，我们学习的第一个知识点 truncate 语句跟 delete 语句非常相像，它也有删除表中记录的意思，但是呢，它在语法和本质上还是跟 delete 表有不一样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我这里有一张表叫做 A 表 ，CNAG 的新 from A 之后呢，可以查询出14条记录。好，现在我使用 truncate。table A， 注意它的语法是 truncate table， 然后是表的名字。当我执行这句话之后，再来查询 A 表的时候，你会发现 A 表中所有的记录都已经没有了。好，那么 truncate 表它的语法是 truncate table。Table name， 注意它是这样一个语法。那么它跟 delete 语句哈 ，delete 语句的结果是一样的。delete from table name 呢也是删除表中的记录 ，truncate 呢也是删除，但是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truncate 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它的中文是剪切的意思，意思是剪切一张表。好，而 delete 呢仅仅只是删除一张表。delete 呢删除表的记录的时候哈，在某些条件下它的记录是可以回滚的，也就是说我删除的东西是可以恢复的。而如果我是用 truncate 方式去删除表的记录，那么这些表的记录是无法再恢复的，这是它们最大的一个区别。好的，这个呢就是 truncate 语句的语法，请注意 truncate table 某某某剪切一张表的记录，而 delete 的话呢则是删除一张表的记录。而且除了一个会回滚一个不会回滚之外， delete from 一张表还可以跟着 where 条件，也就是说根据条件去删除表的部分记录，而 truncate 则不可以哈。 truncate 要剪切就是剪切所有的。好的，这个呢就是 truncate 语句的语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学习本次课的第二个知识点drop 语句。 drop 语句呢也是删除，只不过删除不光是删除表的数据，还删除了表的结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drop 语句的语法。 drop 语句的语法跟 truncate 非常相似，是 drop table table name 哈。但是呢 drop 请注意它不光删除 表的数据哈，还删除了表结构。我们不管是使用 delete 也好，还是使用 truncate 也好，虽然呢我是删除了表中的数据，但是你看表结构还在，它的列还在哈。那如果我用的是 drop table A， 看看，那么不光是删除表的数据，同时还把这张表结构整体都删除了。如果这个时候我已经执行完 drop table A 之后哈，我还想查询 A 中到底有哪些记录，汇报什么呢？汇报表或者是视图不存在，也就意味着连 A 表这个整个的表结构都已经从数据库中清除掉了。这个呢就是 drop table 哈，删除表结构的语法和含义。同学们，本次课的知识点就到这里结束，你们掌握了吗？我们下次课再见。